慢一点。上午一般的十点多，十点吧，完是12点多喂一回，2点多喂，最热的时候2点多、2点半、3点的那会儿喂3回。喂什么？喂西瓜、冰块。小心啊，沉！哪有母牛呗，就瞅着那公牛点儿。好。你别摸它啊！你别摸。小心啊！那么咱们就给他弄那个那盆铃，在那个树上咱们给他装了一圈那个盆铃，完了以后在他整体的这个他这个那个运动场的那个气温能给他降下来6-7度整体，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给他拿那个冰块1块2块3块给他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在那儿舔一舔，或者是去那站在那儿站在冰块上的凉快一会儿，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给他弄个西瓜呀，这个凉水什么的，给大家降降温。那个尾巴呢？妈妈那个尾巴呢？那个尾巴在那边。他们就是狮子跟老虎，他们从小。老大，狗老大，这狗老大。这啥还能？哎，就是老虎的溜达过来。那狗是吧？你站旁边就行，你站旁边也行，就是。冲够了，站这里是池子里泡的。咱们这鱼上那大排档，还炒上一堆菜。没有一个不敢大排档的，他们鱼会跑网子呀。五天啊，放下好了，哎，小心啊。